你有没有什么问题想要问的？我想问一下老师，就是像我们这种新手接触125的时候，最需要注意哪些？例如说体能条件啊，或者说自己对本身路线是不是也要有一些研究，或者是要稍微做点功课这样子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好啊，就是如果要参加125的话，我觉得体能条件是练车它就会慢慢养成。就很像说你要参加赛跑一样，你每次去跑步练习的时候，它就会慢慢养成你的体能条件。所以最主要第一个是你要常练车，然后第二个路线是比较出来的，对，没有绝对的路线，因为可能当天你的场地根据任何情况下去做变化的时候，它的路线可能也许也不会一样。所以我是觉得第一个要练车，第二个是练车要有人陪，你才有的比较，不然你一个人就在那边开，你也不知道你体能到底算好不好，搞不好你跟别人开的时候别人都已经累了，你开了30圈人家开了20圈就下去，搞不好你体能比较好，不一定。然后再者就是你的路线你也不知道自己好不好，你觉得你很好，哇，秒数前所未有，可是如果今天有人跟你一起比，他的秒数哇超快，明明跟你一样的车子或是差不多的设定或是怎么样，他怎么快这么多，那你就知道你哪里比人家差这样子。所以我是觉得就是第一个要练车，然后第二个是练车一定要有人，这样才会是进步最快的方式，而且才会知道说就是到底路线对不对啊，然后很多东西对不对这样子。好，老师，那你觉得我们在玩125的时候最大的消耗品是什么？就是人吗？最大的消耗品，对，是不会啦，我是觉得人越来越健康啦，我是很喜欢开车啦，因为我是觉得你的体能状态真的会越变越好，对，你真的会神清气爽，而且真的会越来越有能量，我觉得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你说最大的消耗品哦，车子最大的消耗品哦，如果是 MAX 还好， MAX 实际上消耗不会很大，刹车皮好像也还好，如果消耗品哦，可能算轮胎吧，对，因为你常常练习嘛，轮胎就会一直磨耗啊。当你磨耗到一个程度的时候，或是磨耗到真的完全没有的时候，你总是也是要换胎嘛。所以我觉得是轮胎啦，我觉得轮胎的消耗会比较大。对，那像是我们有一些比赛都会有一些专用胎，那老师的建议是说，我们在练习的时候就是使用比赛的指定胎吗？还是说我们有你们练习有偏好的胎可以去适应不同的场地啊，或者说不同的轮胎的特性？我是觉得真的应该是要适应比赛的用胎，因为台湾比赛其实就像这个胎是 HG3 嘛，马吉斯的 HG3， 几乎台湾很多比赛都是用马吉斯的 HG3， 在这个就是125的车子 MAX 的引擎几乎都用这个，所以我们通常如果我们在练车，我们通常也用 HG3， 除非应付一些比较特别的赛事，比较特别的赛事，例如像我去年去那个大陆比赛，我们就会用 Vega 的叉 P， 那就会比较不一样。所以你的观念是没有错，真的，我们会因应它的那个赛事去适应它的轮胎是一定会的。那我们通常会找一个最常用的轮胎，像这个 HG3 就很常用，对，所以我们几乎换我们都换 HG3， 对。所以就是平常练习跟比赛，尽量让轮胎的回馈是一致的。对对对，当然。然后可以让你去。那我还想问一下，就是像我们在新手在直接接触125的时候，它跟我们去练习 KT100 再去接触125，可能最需要留意的是什么？是对速度的认知，马上就到125的那种感觉冲击是最大，还是说对轮胎的抓地力？因为像我来说，我只开过 Rental， 所以
就我来说，开起来只是一台比较低、没有避震器，然后方向盘比较重、类房车的感受。但是我如果没有去习惯 KT 100，我直接到125的时候，对我来说最大的冲击，你觉得会是什么？我是觉得那个马力啊，不是，是那你那个右脚在下那个油门的马力，它会。对对对，你对，因为你的屁股会跑得很严重，一开始你一定会觉得这个车会极度灵敏，对，这个车会极度灵敏。像如果你去网络上看一些，就是会讲他会开卡丁车，我觉得他都形容得非常好。他说你会开500-600匹的车子超跑，你不一定会卡丁车会开得好，对，因为这个要求的更细腻，更有技巧，所以我觉得反而一开始就是。你就去习惯，就是它的引擎的出力，对，你先去习惯它引擎的出力，因为引擎出力一好以后，你才会有那个速度感感受，因为速度是累积出来的，速度不是说哦，我要它多有速度，不是，你必须把每个弯过得很好，那你在这个弯速控制得很好，你的速度才会一直慢慢累积，一直拉上去，一直拉上去，尤其在一些复合弯在出去后面接大直线啊，或者是进入一些比较重要的弯道之前。对，那些速度都是累积出来的，对，所以你必须要先油门先踩得好，不要让它乱跑，它速度才会累积在正前方。你的方向盘控制得好，你的身体、你的状态、你的车子摆正控制得好，它才会就是那速度感才会累积出来。所以我觉得一开始如果你从，例如说 rental 跳这个，我觉得会先去习惯油门，先去习惯油门跟方向盘之间的配合，因为它的出力真的。我回想以前的状态，它的出力真的大很多，真的大非常多。你屁股会这样，会常常这样跑来跑去，这是很正常常有的。所以它当然就会增加很多 spin 的风险，对，或是车子喷出去的风险。所以一开始要稍微小心一点，对。但是当你控制得住的时候，你会很有成就感的，对，是这样，大概这样子。好 ，OK。有些人讲来